冷的天，九点多了。PSP 民间巡逻队营业在这里巡逻，我们欢迎两位退休的 Captain 啊 ，Captain Lam 啊，以前在五分局做过副局长，是不是 Michael Moore 督察啊啊警察啊？好、啊、来哇，影子影子，我系录影噶啫噃，我录影啊，咁攞个手机嚟影相啦啦。好，OK。兩隻手點整啊？呀呀，等等等，物盡其用啊！哇，好犀利啊！好，再近一點，近一點。對對，我是。哇 ，very good。More close, more close, more close. Yeah, look, ma, yeah. 哇，非常感谢他们为我们每天下午七点到九点。Very good, very good. OK, 好 ，OK。好，我哋而家落咗嚟巡邏啦。OK OK 好。Hello, what's your name? Emma. Emma. OK OK。好 ，your name? Carlos. Oh, OK. Yeah. Name. Alberto. 哇 ，Alberto, you? First time. Yeah. 叫什么名字 ？Name? Josh. Josh. Yeah. 我。哦，哇，都是年轻人嘛。Kenlu 也是 ，Kenlu 用心。哎呀。Kenlu 还有新的 Kenlu 要用心啊，这个这么有意义的事情。对。太有意义了，就是你看我这么冷的天，我还要拿着这个hand warmer 才能顶得住，要不然我都顶不住的。 OK， 这么冷，三十度啊。就是天路啊，你接进来多少多久时间呢？三个礼拜。哇，我认识他看路这么久啊，就是他最正经的事情就是选择了做天，真正的我为你感到自豪。OK， 就是其实我们人是这样的，多做正义的事情，更多的正义的事情会找到你的，你做人正，更多的正会跟着你的。哇，别乱哈乱乱，哇，真的。南京强吗？走咗几一班啊！啊、哦，那你们平常的是怎么样的程序呢？怎么样通常我们巡逻就在每个角站几个组员，然后 rush hour 过了以后，我们会去上面 platform， 就是地铁上面巡逻。OK， 我很认真的跟大家讲，我认识波斯利几年了，他今天令我。焕然一新，我对他非常的尊重。今天开始，你的眼神告诉我你非常坚定。你做这个事情，你的眼神告诉我你非常坚定。再讲讲为什么你这么坚定，为市区服务啊？我们的目标， you can stop, that's him. 要真的要弄一队24小时在我们社区巡逻的保安队，还有我们要可以带我们的合法的武器。来保护我们的社区，我们只有强壮自己才能保护我们的社区。对，非常好。因为我也希望在看 video 的朋友们就非要支持这个巡逻队，因为我目前我们知道这个协和门窗的陈秋贵董事长会准备要支持你们。 OK， 就是我们要干，希望更多的善长人翁来支持你们 PSP， 然后这更为我们更可以更多的资源为我们市区服务。今天真的你今天令我对你广东话叫做刮目相看，你的眼神非常坚定。对，谢谢。来大头来了来了，阿徐我希望我哋 PSP 会越嚟越强大，可以扩到全 New York City 都有我哋嘅人。哦，对，肯定的。我哋Philip Lim 啊，林啊 ，Yeah，first time I met you， but I feel your good energy， 你有好多 energy， 即系非常好嘅。Thank you to join the PSP， 又系啊，因为你希望 because you and Michael Moore 嘅加入会带 PSP 带到一个 new level， 即系对我哋社区更多嘅帮助啦，就系呀。因為你是professional， 真正的 captain 嚟嘅，位，即係我哋社區其實都好需要更多嘅團體嚟幫專業咁幫助大家。Thank you， 都有啦。
just want to thank the PSP team for letting me to be here. Yeah, yeah. 即係都好嘢啦，就咁多資源啊。Michael 都講幾句 ，Michael 都好有名啊。我啱啱都睇到你嘅 channel， 你嘅 channel 可以同大家介紹下你嘅 channel 啊。哦，我嘅 channel 啊，你嘅 channel。Chinatown Gang Story 喺 YouTube 就係我嘅 channel。哦 ，Chin 呀，最近好紅啊！我都揾日我要嚟得。特別嚟採訪你呢度啊，因為我都係聖媒，大家聖媒 OK 嘅人，咁大家都 subscribe Michael Moy 嘅channel Chinatown Gang Chinatown Gang Story， 呀 ，good OK， 以前唐人街，係啊，唐人街就日日 OK， 因為 Michael 嘅故仔都好特別，因為佢本來係嗰陣時好興game 啊，係咪？即係社區人士啦，咁後期你又做咗警察，一個好大嘅轉變喎，係咪？呀 ，thank you， 都係同我哋一樣聖媒嘅。Now I'm part of PSP and I'm happy to be part of this team to keep the community safe. Yeah, good, good, thank you. OK， 咁第日我哋一齊可以拍啲片啊 ，video 係咪？即係一係可以，聽講好多大嘅公司揾你係咪？OK， 嗱，咁你咁堅定嘅眼神，咁誒應該就啊，希望社區團體支持我們巡邏隊，對對對對，希望多多捐款給我們，我們不會亂花一分一毫，我們都會在社區組建我們的二十四小時的巡邏隊。對對對，因為我認識波斯利也是因为他，我觉得他以前没那么认真，最近你很认真，你的眼神真的很坚定啊，是真的。你平时咧就讲下笑，最近是很认真，所以就是，我们PSP 是非常需要市区的帮忙。如果你想加入巡逻队，或者想捐款支持 PSP， 都需要，我们需要会员，也需要。捐款，你的电话是什么？在九一七六八二四零三八，917-682-4038。因为我今天从波斯利的眼神，我知道他会带领 PSP 去到一个新的 level， 新的一个高峰吧，应该是这样。那 Ken Lu 要认真一点，我就说嘛，我认识 Ken Lu 这么久， Ken Lu 也从来没有那么认真过。Ken Lu 要加油啊， OK， 对对对，是真的， OK。我本来我也介绍我们的西班牙的 team，、okay, okay. 哇，各位，因为他们都讲西班牙语，对那些流浪汉可以沟通清楚。对，对他们就每天晚上都可以。在缅街上面巡逻，所以就是有空就出来了，都是义工，对，都是义工，所以其实义工真的很难的。你要什么东西能坚持你，你一分钱不拿，都来这样的做的。用我们的热忱，对，社区的爱心去做，需要市区的帮忙。对， okay, 最好现在很我富裕，最好退休的警察，加入我们，我们的团队更强壮， okay, 我们华人的地位会更强。OK， 对。非常开心 ，OK 呀，有西班牙 team 很年轻力壮 ，OK， 对对 对，挺好的，对对对对，对呀，所以你看，因为他们完全义务工作，所以就是说，哎呀，如果这么冷的天，如果巡逻完有碗面吃多好，这碗面是有钱的，准备对对对，准备等一下去吃，对对对，有碗面给他们吃。还有一个组员我要介绍的，哦来来来来来，他是我们现在想在 Manhattan 弄一对 PSP， 他现在已经。联系他所有的朋友住在 Manhattan 那个有胡子的那个很帅的那个哦哦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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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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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在 Manhattan 重建，再组建一支 NYPSP。那我们希望我们尽快在 Manhattan 有我们的巡逻队。对，那我们就期待，紧切的期待。OK。希望大家能。对对对对对，一定要坚持，坚持为我们市区服务。对对对对，感谢你们。OK， 就是真的不容易，因为想想就是完全的义务为市区服务。OK， 可是。永远相信美好，你多做好事，好事就跟着你，肯定的了。谢谢你们，感谢你们为市区的付出。OK， 对对对对对，呀，哇，都那个姿势。然后我们现在去楼下。好 ，OK OK。巡一下。好，巡一下。哇 ，Ken Lu 这么正气啊！你看 ，Ken Lu 就是真的，你很快就那个 OK， 就是那个 level 就会高了。哇，真的人
就是一部分的巡逻队啊，就是对，所以就是因为我从他们这个团队看到一股很热诚，非常 passion， 很年轻。对，最重要坚持。天路，你要明年后年，我都希望你在这里。你不要说今天热该洗沙发也不搭个 OK， 一定要坚持，坚持我们每一样东西都坚持下去。对，就对对对对。就像我们合作好的一样。对对对对对，一定要坚持，好的东西一定要坚持，所有的美好都会跟着你的。刚才我在就是跟他们了解到，就是他们每天也是有主要是七点到九点，然后就是分几 team 嘛，啊，几 team 人啊？几 team 人？啊，今日几多人？唔係，即係平時即係七點到九點係有幾多隊人？啊，我哋一隊啫嘛。一隊哦，即係一齊咁巡哦，就是一隊的這樣巡，就是啊。多人嗰啲就 split 啦。嗯。OK， 如果就是你遇到什么问题的，马上也 call 你们，是不是？啊，对。对，马上 call 你们，电话再讲一遍。9176824038。6824038，9176824038 ，OK， 就如果你遇到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就赶紧打这个电话。对，有冇二维码？哎，不是攞个二维码嚟喺度扫一扫二维码，对对 对。二维码啦，它有点问题啊。哦。因为烧的时候进不去。哦，烧的时候进不去。对，打电话，所以先打电话给我，我就拉他去很群组比较好。哇，你看 ，boss 你这满脸。因为这样子呢，进来的人都是很认真的，就先打电话给我。烧那个二维码，很多都是烧完之后不看，之后反而占了我们位置。我们是要真正路上帮助有物通消失，在那个紧急报警的群组上面有什么？罪案哪里发生？suspect 那个疑匪的衣服，穿什么东西，我们可以马上知道有资料。OK， 我刚才还跟 boss 力在聊天，我说你小时候是不是想做警察？他说没有，就现在就是队伍这么大了，就变成一种责任。OK， 就是要把队伍带好，为社区做出更多的服务。是不是？刚才对对对，所以就是我很明显看到你的变化，真的要加油。OK， 就是平常哎，他就是一直笑，我们一直讲笑啊，不是很正经的玩。就是今天你就给我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他是巡逻，我们都很认真。对对对，刚刚我们非常认真。刚刚我们都有一个就是那些流浪汉，就攻击我们。哦，攻击哦，这样子。我们已经报警，把他已经警察把他拉走了。那你现在付出这么时间在 PSP， 家里人有没有反对呀、啊？老婆有没有有意见呢、啊？当然说时间很小在家了，所以尽量现在我们组员多了，我就尽量一个星期出来两次。我本来一个星期出来四五次。都很好，希望大家合作，我们就可以。对，自由加油！对，我们都很希望，更多的人来帮忙。对对，更多的退休警察加入。对，做巡逻队一定要是一个团队，不是个人的英雄主义。对对对对，我们一定要一个团队。好，那加油 ，OK？ 我看到，我也很认真，也相信看到。PSP 会在未来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正能量，保护我们市区的更用心去。OK， 恭喜你们，也感谢感谢啊大头。OK， 对对，感谢大家。OK， 感谢感谢。对，反正他们都需要更多的巡逻队员，就是如果有需要帮忙，打电话给他们。如果也需要，对他们也需要一些捐款来帮助他们。好，感谢。OK， 要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市区的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组员。只要站在哪里，罪案就不会在哪里发生。对，起码对给我的感觉就是安心。你起码下来，你见到有这么多。对，你如果你想象一下，整个法拉盛每一条街都有两个巡逻队站在那边，
你觉得那个社区会不会很安全？对对，就很安全。所以我们对一定要很多人参加我们。对，变成所以看路一定要坚持 ，OK？ 你不要说做两天就不做，一定要坚持，明年后年你都要在 ，OK？很快要升为 lieutenant 了 ，OK？ 但系你都有 title 噶啦。有啊，有 OK 嘅，我哋五个都有 title， 有 title， 有 title， 对，好的，那我们就是很期待，希望 PSP 为我们市区，贡献更多，我们每个人都付出自己一份力，然后这个市区就会越来越好。对，每人一份力，是，整个世界就很好。对，谢谢。